可以关掉了。男生反应小，你关掉了都不会那么热。对，我来关。这个灯啊，那个灯有点亮，这个灯太亮。洗完了。嗯。不见你看了吗？不是，我在上班呢。还是没有办法聊。不是，我是老板娘一口。你今天是来这里玩吗？嗯。你是来这里玩吗？今天。嗯。还是让你敲他。你这个脚也不是。脚。我看你的脚也不是。不长肉。可以，那里挂起来，可以拿东西挡住。嗯。然后里面可以反锁。你外面能关了吗？嗯。外面能不关？嗯。没用力，那我亲你啊。果然肉少了也能怕痛。对。我也是，我去按脚的话，特别怕痒。是吗？嗯。人家不能碰你是吧？嗯，对。那你不能去。反正我去洗脚的话，没去洗，好像我几乎没去洗过脚，就去过一次。有的人就是敏感，这个心。嗯，太痒，就特别在这个脚底板上，你摸也痒，要我的命就。那你不行，那你不能做。那别的地方呢？啊？别的地方呢？什么别的地方？痒的话，别的地方不痒。哦，脚背那些不痒，就脚底。痒吗？嗯。痒吗？清凉。嗯。
喜欢很多，像你这样的喜欢好喜。怎么了？像有的人，我的手都刮痛了，那样说不会的。这脚没什么感觉是吧？嗯，那种人是特别受益。那边洗脚的人多吗？洗脚的人，冬天的话多点，夏天没那么多。大部分在按摩的是吧？嗯，冬天泡脚冷嘛，泡脚的人多。夏天也没那么多，夏天按摩多。我喜欢笑，我也不知道我笑啥。反正很多客人都问我笑什么，然后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笑什么。你的脚趾甲长，等一下我帮你剪一下啊。嗯。行。人往往最容易忽略的一个脚趾甲。我好像每次也是洗脚的时候剪。我还是经常忘记。好像很多人都是，那对面那个对面那个美甲师也是。那天我有一天我去他家做美甲，我去。他没穿袜子，然后他那个脚趾甲，我的妈呀，比你这个长很多。我说，那样他也忍受得了，特别长。夏天，冬天穿袜子，袜子戳破了是吧？袜子戳破了那还不行是吧？对。有时候心里有时候
挺容易忘记的，小纸条，因为看不见哦，手指甲它随时都看得见。小纸条就记在那边，记在那边，哎，等一下再讲，等一下。